那是太恐怖吗，哥们们？这是吗？我的鞋都磨破了，这是还是不是啊？你们倒说句话呀！不会呀，不会呀，老板不在呀，你是傻瓜吗？老板在你还直播？肯定是趁老板不在呀。这是何用意啊？没有用意啊，就直播聊天呗，有啥用意啊？无聊啊，因为受伤了又不能出去打工，所以说要开直播找一些人去聊天啊。欢迎按麒麟药维修 Page 进入房间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放个屁。